Oh.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来了。上回吹牛说我龙虾弄得好吃，结果招了两只狼，非要吃我弄的龙虾。今天特意买了12斤，做13箱龙虾，开干。准备的12斤龙虾，用我的祖传刷子给它刷干净，再去点脑壳，保留虾黄哈。虾线就不吃了哈，我不喜欢吃虾线，虾线抽了以后都入膻了就。准备点料头，葱姜蒜，全部切成丁丁儿。大概现在够别三来勺儿，海椒一把，两把，花椒一把，再切点洋葱，切成大块块，黄瓜条啊，撒点配菜丁儿。锅烧宽油，啥子六成油温下的龙虾，再过3到5分钟就可以盛出备用了哈。锅炉底要下的豆瓣酱，再下入所有香料。下入龙虾，500ml料酒，再放入13香，13香分2次下，放入2罐啤酒，放点香醋、生抽、盐巴、鸡精，再来点白糖中和好味道，再放点醪糟，稍后先焖15分钟，再下入配菜。再烧5分钟，时间到了，番禺就可以起锅了。起锅，起锅，起锅！哦，再放入水源葱。就这个13香龙虾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买过，小红心女朋友给吗 ？Thank you， 味儿麻西。来，往外请个。要得，很干。整，曹老师臭死。曹老师来得合适，去的嘛，龙女可以吃啊。曹老师能者多劳噻，人家曹老师整了半天在那儿，人家掏浮水龙都开始了。13香龙虾，啥子我不懂。蘸点汤汤里面，蘸点汤汤炖肉肉。哎呦！阿姨，哎呦，嘿，好吃，炫的，你长期在我这儿耍，你起码长10斤去了，啊，10斤，吃饱没你们？饱了，吃饱了，就不要耍你哦。哎呀，不得耍你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先付了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哥，我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